咱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这是台湾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第一到十一届贤士同修，我们合掌共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啊阐述啊讲解，恭赞王禅老祖天威，恭赞王禅老祖教主的天威。好，我们这一节要各位，我们来阐述到王禅老祖仰仙续台，天下太平。仰仙续台是宗教的最高境界，天下太平更高的境界。你要天下太平，一定要仰仙续台。明仰两界都要同关照，共同来养培养贤者啊。我们回顾韩吉山仙佛寺这块风水宝地啊，在郑成功受天命将文化传到台湾来，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大道百家思想的根和源传来台湾，而国师刘国先大师啊来到南投这个地方啊，在甘子林溪中交汇水的地方，中午睡觉啊，突然间心中顿起啊佛字，而开示了十二句真言，所以就笔写起来，拿起来写，就是举望华山贵真言。华山何事国师念，左仓右库藏屏上，南溪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十四王侯将相帝，一脉无边坎未然。九气来草去诸险，归首把文紧固守，可惜生欢雄霸聚，此地抛荒待时闲。哦，这一句所记的名言已经道尽佛法圣华天道地道人道的真禅奥义，也已经埋下了天机，埋下了世界和平灯塔，在这一块宝地之上，
事隔几百年，啊，到了民国我们78年的时候，我们来买这块宝地，啊，才发现这12句的诗，啊，确实就是天意所赐，所以，啊，看到最后那一句，此地抛荒，待时闲。啊，那土地此地抛荒待时闲。当时我看到这一句话，待时闲，我很感动。禅机山仙佛寺这一块宝地，是上天所赐的，是中华文化道统、中华文化复兴从这里开始，5000年的悠悠岁月，啊，文化道统三大千，啊，恩怨情仇，啊，5000年，打打杀杀变万千。所以王禅老祖成台湾祖师的慈悲，瑶池金母的慈悲，啊，这恭请了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啊，才有今天禅机山仙佛寺这一块宝地，是中华文化5000年的文化富啊弘扬在发扬的一块宝地啊。过去我也都讲了很多啊，关于禅机山仙佛寺这一块宝地，所以我才在2012年，一年时期到了，啊，经过我们中华民国教育部体育司司长、检调会司长啊的建议，啊。由政治大学教授啊黄承志教授啊帮忙写了世界和平推手维新圣教可能禅师啊，写好了拍成纪录片，然后由吴清基部长啊，那我们呈报到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啊这个组织，经过严格的审核啊而获得入围。这个入围并不代表说，哎呀，我已经很超央，不是这个，而代表中华文化道统，一间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是世界和平的灯塔。所以世界和平，你要到达一个境界，必须要有天的旨意，必须要有上天的恩赐，啊，不是人所能做的，但是人要配合，时时要祷告，时时本着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公无私的祷告会如愿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世界和平。
不是我要赚多少钱。啊，我们的祷告就是要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啊，所以天下太平就是离地狱的卦象。好，那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弟子们，我们努力的修行，我们还是要再继续的再加油啊！我们要世界和平，分两个方向，一个宗教，一个学术的教育。啊，在世界和平，宗教，宗教是祈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视为宗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是宗教。啊，教育，学术教育，啊，就是文化教育，爱的教育，啊，所以我们遵照王禅老祖慈悲开示，啊，这个世界和平就天下太平。你要这么做，一定要做到这个理念。所以我们从2012年的10月份得到挪威诺贝尔基金会给我们的肯定是入围了，3000多件，我们是第11件以内的，证明世间的这个道法、文化、宗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学术教育也是灯塔，所以在应了我们文化道统。这个是学士，宗教，学士宗教融合为一，这是天，这是人，在天人合一，是天下太平的。所以我们悟了，在7355年前，伏羲氏族的时候，已经将这个道传到现在来。可惜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太平？因为天人合一的教育没有做得完美完整，所以王禅老祖保驾慈航，他的目的啊，就是什么呢？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要养贤，要蓄才，各位都是贤士，凡是来参与易经大学阶段性的毕业的、结业的，我们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德贤士啊，我们8德贤士呢，
总共24年修业的期限，24年里面有宗教，有学术教育，百家思想，融为一炉，这才能够天下太平。哎，你不这样做，你要天下太平是很困难。光在那边漫天的寒，漫天的打高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王禅老祖积极的养贤蓄才，证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当今世间社会上宗教和教育融合为一的比比皆是，但是方向也是一样啊。那么我们虽然是新兴宗教，也要跟着一样啊，同关照啊，一起和国际的宗教人士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啊做养贤蓄才，证明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我们的共同的本愿。所以王禅老祖的远见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而且王禅老祖给我们有这个远见，必须要给我们要安心。安心呢，你要安名扬两界的心，安心法门是安心一啊灵魂界。啊，第二，人间界。灵魂界的心，就是以宗教。好，那么人间界的心，学校。啊，那么学校呢？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只有初阶的学校而已，所以我们办了再进一步的易经大学。好，这名扬哦，所以王禅老祖啊，他的天威我们赞叹，那就是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藏比丘啊，法藏比丘的开示，这是要精进啊，个人要持戒，持戒，戒律戒贪嗔痴。持戒有佛教的持戒啊，不同宗教的持戒啊，其他宗教的持戒都有，那么都是在匡正我们的妄念，妄念不生，我们就要继续再精进啊，妄念一生，我们要倒退一个，就要忍住，所以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呢。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
你忍辱，接下去要持戒，你忍辱的时候不要再犯，戒除三毒贪嗔痴，戒除犯上不好的坏行为、坏习惯。人最可怕的，就是你犯上恨怨的念头，恨怨的念头一出来，那我们的人生时时就会点点滴滴的黑暗，点点滴滴的黑暗呢，那你的麻烦就来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时时太极图你。啊，你这个是黑暗的，你时时刻刻被你的贪嗔痴在都在黑暗的在这里来，一直往下坠。黑暗有重量啊，啊，黑暗的重量，啊，这个光明没有重量可以升华，黑暗有下沉，点点滴滴的妄念、三毒，啊，一直往下坠，啊，那么好的话，好话多说，你一直往好的去想，有时候坏念头。我也会想啊，啊，有时候呢，我想到说，哎呀，唯心圣教、新宗教，世间上有那么多的好的宗教，我为什么又更加淌这个浑水呢？老祖有一天开示我说，你又不是开歇文，哥，你又不是开歇文。啊，个人修个人，各自各度有缘呐、啊。开超商，啊，就说呢，超商生意都那么好了，人家已经开好了，我为什么要再开一间超商呢？啊，所以老祖啊，啊，开示说，你为什么要去开一个超商？那种想法呢？那就黑暗的世间法。啊，你要往光明面的无为法，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大有信心。好，我一定将中华文化道统这个易经，我才画了我们同修你们所带的这个宗迹，啊，这个宗迹给你们带着，啊，带着这个宗迹呢，啊，一边阴一边阳，我们要存粮。啊，这坤六段存粮，三粮开泰往上升，啊，阴坤六段是往下坠，一个是天，一个地，啊，所以我们同学们，我们要精进。要精进，若是不精进就下坠，啊，这个是下坠了，这是地狱。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用易经，啊，用易经的妙法帮众生，啊，指点方向，凡事皆沾，好的话，啊，依照我们所学的老祖所教的法。凡事皆沾，沾了有利于大众的，就是离地狱，啊，要众乐乐，啊，不然，啊，你没有这个理念的时候，我们烦恼一大堆，所以我们就跑进地狱了啦。所以各位同学们，大家要小心，啊，所以我们要来攻占。请大家合掌。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
我们继续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威呢，是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我们赞叹王禅老祖带领我们所有唯心圣教的贤士同修消灾化解。每当地球哪一个国家有灾难的时候，要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所指示的妙法，用心带大家诵经念经，依法来会天、会佛、会祖灵，犹如2008年臭氧层破洞造成地球气候的危机，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在5月5日深潭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64万部，佛说阿弥陀经20万部，然后护摩法会整整79天，在禅机山仙佛寺如来园在龙藏的地方，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在5月5日深潭，7月24日会圆满，就能够将这个臭氧层灾难能够化解掉。开始我们也感觉不可思议，天那么圆，天的洞那么大，比地球还大，那你怎么来补这个洞呢？真是天方夜谭，脑神经有问题。王禅老祖开示，臭氧层就有如5000年前9天玄女女娲娘娘补一次天，5000年后王禅老祖又来了又补一次天，有什么不可以？所以那时候我也很烦恼怕怕的，怎么有可能补这个臭氧层呢？而且在现在的科学那么发达，科技文明那么的精进的时代用这个空无根据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你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就对了。所以我带着我们唯心圣教的所有贤士同学们，大家很慈悲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在如来园500罗汉这个座前和佛的前这样一起诵经日月不停的诵经和念佛来祈祷。果然在7月24日天空画一道白白的彩虹然后7月25号那个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宣布臭氧层已经补了30%。那时候我看了我很感动，我眼泪流下来了，怎么有可能呢？是不是凑巧？凑巧？老祖说不是凑巧，只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以众生的安危为主轴所以王禅老祖就开示了易道天机离地狱的卦象，就是要众乐乐，不是独乐乐，众乐乐
啊，凡是要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才是真正的修习人、修行人。所以天下太平，是王禅老祖的天命，王禅老祖的本愿，也是我们大家所有有缘的唯心弟子的共同本愿。所以，我们恭赞王禅老祖教主。啊，王禅老祖唯心正教，消灾化解。这是谁在恭赞王禅老祖呢？玉皇大帝在恭赞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在恭赞王禅老祖，台湾祖师恭赞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在恭赞王禅老祖，地藏菩萨在恭赞王禅老祖，啊，还有姚鼠金母也在恭赞王禅老祖，啊，所以这个诸佛菩萨都一起在恭赞王禅老祖。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活菩萨来恭赞王禅老子的天威呢？因为壬戌年，民国71年的7月24日，啊，开启蓝天的时候，这些菩萨都一起在台东大武30山腰那里入定，啊，开启蓝天圣门。啊，所有的蓝天门，所有的诸天圣神、活菩萨来从蓝天去，从蓝天是这样来的。啊，当然以王禅老祖他的天威，啊，那个蓝天门是一个八卦形，啊，八卦门塞住了蓝天门，所以天底下有灾难，5000年来才会有那么多的灾难、战争、天瘟、天灾，啊，要打开这个天瘟、天灾，打开蓝天门，啊，这个呢，只有王禅老祖掌中的八卦才能把这个门打开，所以5000年开一次蓝天门。所以我们同学们，你们都非常有福的，啊，大家从蓝天来了，啊，大家也要从蓝天回去，哦，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我知道他非常辛苦，啊，要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确实也很注意，怕人家变成我，哦，变成那一个走错路了，啊，会影响到大家回家的路，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台湾祖师的开示，天下要太平，一从南天门打开。所以王禅老祖才癸未年那一年，啊，才传了《鬼谷先师天德经》这部经，啊，这里的天王的圣像，啊，那传了这部经，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们要祈福，为家人，要为家人前而祈福，你就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是王禅老祖所传的天德经，啊，那么你有求天德经，啊，所开示的蓝天33天王，啊，会为各位加持，啊，我们所求的世间的世界的，和平啊，啊，我们所求大家诵经所求的，啊，蓝天33天王会加持我们，啊，我们有灾难，啊，有烦恼，祈求鬼谷先师天德经，啊，蓝天33天王会为我们加持灌顶，啊，这样的话这消灾化解啊，所以恭赞，啊，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恭赞老祖天威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正逢啊这个戊戌年，
过去120年前的戊戌年，天下混乱，而120年后的戊戌年，天下也是有点乱，但是这个乱呢，我们也请祈祷维新圣教，我们所祈祷的，维古先师天德经的蓝天33天王，天公啊，慈悲保佑，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也是蓝天33天王的本愿。所以蓝天33天王都慈悲，说也说不完，我们都在蓝天33天王的护念护佑之下，我们在世间上在这里生存，在这里过着自己的人生，让我们平安有机会修道学道，以后从蓝天回去就直接回归到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要回到极乐世界，务必要先回到蓝天净土，到蓝天净土你才有可能直接再回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去，否则的话你一下子要跨过蓝天净土要到极乐世界，那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大家努力诵《天德经》，来为世界的和平来祈祷，为天下苍生来祈祷，所以我们也就在2019年1月1日，我们下午1点开始在林口大体育馆，来举办第13堂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圣灵，前来祭祖大典会场，我们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着维新幻贝学院的法师诵经师，以及维新圣教的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们共同来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功德来转施，普度群灵，普度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这都心开意解，同时回归到蓝天净土，即可回到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第12堂祭祖大典，我也发愿要为15615姓氏列祖列宗们，以修行的法仪，带领维新圣教的所有的同修们一起诵经，在祭祖大典的时候，能够用这个来供养，来回向。祈祷王禅老祖做主，蓝天33天王，诸佛菩萨，千引接引，诸圣灵来从蓝天，去从蓝天，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各自成就维新世界极乐世界佛净土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还是不停的为各位来讲解《阿弥陀经》，03离会万年灯，48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的48大愿，以西方极乐世界教主的48大愿，时间的不同，一个在10000年前的阿弥陀佛法藏比丘的48大愿。和10000年后的现在当下王禅老祖的48大愿
因应当下性的人事物啊文化，所以在台湾啊成就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维新圣教48大院、16法源的妙法，啊来回向啊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徐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所以我们要感恩南天33天王。各位微信贤士同学们，啊，大家都是善上善知识，有缘来世间走一趟，我们要时时悲悯的众生的无奈，啊，悲悯众生呢，常常所做的都在与六波罗蜜相违背。啊，第一不能忍住，违背了六波罗蜜不能忍住，所以有很多的苦恼。啊，这不能持戒，你不能持戒，烦恼就更多了。啊，再加上啊精进不能精进，退道，啊这些沉溺，退道萎缩，啊这个是就越来越陷入苦境。好，再来，智慧没有智慧，不听佛法，不修佛法，不依法修行，不依教，依教啊修行的话，好，那就是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就是下地狱的烦恼，啊，这个苦因呐。啊，再来，精进，我们很多人来到世间，我们要精进呢。你有多少时间可以精进呢？除了平时做人以外呢，我们经宝经文你要诵要读，你诵经念经，你念经字没有什么，但是呢这个字意已经传至你的耳根，进入脑海四田，然后再传达到你的心田，啊心田是藏一切法，啊藏一切法呢，然后到里面来，有一位就是光明的信念，啊，光明的境地，那就第八进第九嘞，就佛境地，光明境地就佛境地，然后十境地就是如来，啊，大家就会回归到本位了嘛，哦，所以要精进，啊，我们最怕不知精进，啊，那再下来就是要禅定，人最怕。是不能禅定，而以上，这一些都是相关联的，到最后的是果，果，所以各位同学啊，你做事业也是要做六波罗蜜，你的事业做不好，啊，必定有原因，没有依照规矩来做事业，没有依照游戏规则。啊，来做事业，啊，技术不精，当然你给你做事业的，给你做工作的，给你包工程的，啊，你害了人家，那当然你就生意就不好，啊，好多信徒来说，师父，我最近怎么生意就不好了？嘿嘿，很简单，啊，你的问题就是你没有用心去经营，没有把你的工作做好，没有把你的产品做好，啊，只是说，哎呀，我用酬来喝酒，啊，到那里去 party party， 那不是你做事业的方式，别人有别人的事业理念，哈哈，所以这个人最怕就是说不精进，啊，然后禅定，你不禅定，你不依照。啊，第一个原则忍住，人家给你价格小，啊，没有关系，你能赚的就赚，你钱赚不了那么多，够本钱，你已经赚到人缘，啊，赚到啊未来的好言论，啊，接下来持戒，不要偷工减料嘛，啊，现在的人很做事业，很多能偷工减料，有如921的时候，啊，我们。啊，到过地去看，
很多营造厂就不用心的啊，那个钢筋把它抽掉了，所以就塌下来了。这个英国嘛，啊，这个是真的没有道理，没有良心啊！当然也主要爱失败了，甚至自己的被921房子倒了，把自己压死啊！这是英国嘛？啊，此际接下来呢，啊，经济你不改进，你的方法不改进，啊，你不改进，这技术不改进，不精进，你那做生意哦？啊，接下来就是要智慧，啊，你没有智慧，你精进了，你也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乱熬走。时代在变，啊，人情世故也都在变，啊，是，再来就是要啊精进的哈，要布施，接下来要有布施。好，我们说布施呢，啊，你要是你做了要布施，你赚到钱，你提多少来做公益事业？你做公益事业是在为你自己种福田呢，也是在为你自己来铺路哎，啊，为社会来造福啊。受你布施的人，他的祖灵祖先会来保佑你哎，啊，所以你受到他的祖先来感恩你，你的事业就会一直顺利，就稳定下来啊。所以要布施，啊，布施要精进，啊，所以你要破了密啊。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教啊，你们的弟子啊，亲朋好友有困难来问你们。六度万恨，你一定要把它当作啊这个名言啊，鼓励他事业绝对会成就起来啊，免惊免成就起来，依照这个顺序去做，一定会事业起死回生啊，已经很好了，会再更好。再来智慧啊，时代在变啊，一切在变到最后还是在变啊，这个是要有这个智慧，顺应局势的在变化。好，啊，再来，最后就精进嘛，再来禅定。啊，你的心安，安心嘛，他这呢做事业，啊，生意啊正常，让他安定，啊，那你的事业就安定了。你的安定，全家的安定，你的安定，你的公司的安定，你的安定，事业的安定，你的安定。你的禅定心就能定啊，你的心安就能安心，安心就能心安，你的心安世界就和平嘛，天下就太平嘛，哦，天下一家亲嘛。所以王禅老祖，我们要恭赞王禅老祖啊，就从这里开始，请各位合掌，我们再念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祝福各位阿弥陀佛。